我是 Enter，欢迎收看 Enter Box。放眼望去，整个手机市场只能说两百公克似乎不再稀奇,奇了，更甚者，两百二十公克、两百四十公克的手机都算常见。小米十一 Lite 以一百五十九克的重量以及六点八一 m 米的厚度轻装登场，他想告诉你，好手机不是看重量。 浓情必达，无所不达。本观点影片由 Noda 赞助播出。这次因为疫情无法带给大家更好的拍摄评测，但是该做的跑分和实测一个都没少。而这次也是我们首次由分工来完成手机产品的评测。阿、啊、汤负责手机的测试与撰写，而我 Enter 则负责配音。那我们现在开始。几个 Kissback 放在这里，搭载 S780G 处理器，一百五十九克的重量，厚度六点八一毫米，六点五五寸 AMOLED 的荧幕。 四千两百五十毫安时的电池搭配六千四百万的相机，虽说规格看起来中规中矩，但轻量化的设计以及一万元左右的价格，其实对于一般人是个相当不错的选择。这年头许多手机为了拿出抢眼的规格，往往在机身大小、厚度以及重量开刀。然而小米十一 lite 在维持相当轻巧的机身下，给了一个够用的规格。然而“够用”这两个字其实挺有意思，什么是够用？ 先从流畅度开始说起。对我而言，所谓的够用，在于滑手机时不会卡卡的。这听起来是很简单的要求，但其实这也挺难达到的。至少一万元左右是有点难达成吗？哎，小米十一 Lite 首发的这颗高通 S 七八零 G 挺有意思的。GPU 大约跟上上代的旗舰处理器 S 八五五同等级，CPU 则比 S 八五五弱一些。我们直接看跑分，多核一千六百二十分，单核四百五十八分，大约为中阶手机的等级。 然而，GPU 得分就可以达到两千五百五十二分，并肩 S 八五五，而代表着游戏性能的 3DMark Wild Life Stress Test 测得三千一百二十七分，与 S 八五五相当接近。所以简单来说，S 七八零 G 这颗处理器的性能在 GPU 上较为突出，而 GPU 性能提升的一大好处就是手势操作不再卡卡的，在使用时也显少遇到动画卡顿的状况。但由于 CPU 较弱一些，因此开 App 或者一些 App 内的运算速度还是会比较慢一点。 总之，对于轻度手机使用者来说，何止够用？我觉得小米十一 Lite 的流畅度能够让你满意。而游戏性能实测部分，《原神》平均帧三十九点九，标准差七点八，特效全开时会有卡顿情形，SOC 区域发热明显，可见为了厚度还是牺牲了一些散热能力。《战车世界》平均帧五十九点九，十分流畅；PUBG 平均帧三十九点七，可惜帧数被游戏开发商限制了。《狂野飙车》平均帧二十九点六，也是可惜在被游戏开发商限制的帧数。 剩下一些跑分放在画面上。OK，倒数三、二、一。其实我们每次在做这些手机评测、电脑评测，除了测试需要花很多时间转移测试的结果，以及储存测试软体也是一门学问。而在这么多的资料传输方式里，有一个特别方便，那就是随身硬碟。Noda Turbo Mw NVMe SSD 外接盒是一款我觉得相当不错的 SSD 外接盒，全金属外壳搭配内置风扇，确保传输速度稳定不降速，支援 USB 三点一十 G 的速度。 手机储存或是电脑转移资料都是相当方便快速，而将风扇内建在 M. W. S. S. D 外接盒内，可见 NoDa 对于消费者实际使用固态硬碟的温度相当重视。NoDa Turbo S. S. D 外接盒市价一千七百九十，要多大的容量都可以自己搭购 S. S. D 来安装哦。那我们目前实测在小米十一 Lite 上面是可以完全稳定运作，传输资料也都没有问题。十一 Lite 的性能相当不错，那么拍照呢？在短暂的拍照体验后。 嗯，毕竟疫情期间难以出门，所以拍照的素材并不多。小米十一 Lite 对我而言确实挺够用。三颗镜头分别为六千四百万的主镜头为三星 ISOCELL GW3，还有五百万的微距镜头以及八百万的超广角镜头。实际拍摄效果还算不错。主镜头日间能拍出色彩不俗的照片，而到了夜间，在有光线的地方还是能够拍出不赖的照片。就这段期间少量的拍摄体验，我觉得小米十一 Lite 有及格。 至少相比我自己在用的次旗舰一加七不会相差太多，而另外两颗镜头的表现就普普通通了。而前镜头部分，我觉得表现中规中矩，不差，但也不到惊艳。不过如果你喜欢白白亮亮的自拍照，我觉得你应该会非常喜欢这个自拍相机。荧幕部分，这块六点五五英寸的九十赫兹 AMOLED，显色相当鲜艳且流畅，实测表现 DCI P 三色域覆盖达到九十四点七 percent，实际使用下来也与其他 AMOLED 手机无异。 然而，其实这块荧幕是来自中国华星面板的 AMOLED 的幕，所以当我发现这块荧幕供应商并非三星时，其实有点压抑。毕竟根据我以往的经验，其他非三星的 AMOLED 的面板，其实肉眼都还是看得出差异的。然而这块荧幕表现真的与以往的三星面板差不多了。电池续航力部分，它搭载了4250毫安、ah、时的电池，看起来应该表现不错。九十赫兹更新率下测试 PCMark 工作3.0续航力测试，有着十小时三十九分的成绩。 六十赫兹更新率下则为十二小时五十分，实际使用一天基本上没有问题，非常足够。小米十一 lite 也有着三十三瓦的快充支援，不过需要搭配原厂充电器还有充电线才能达到这个三十三瓦的规格。实际测试5，五 percent 到一百 percent 的充电耗时了一小时十七分钟。小米十一 lite 有着很活泼的配色，有松露黑、柑橘黄、薄荷绿，特别是这一支薄荷绿真的是很好看。 搭配背后的磨砂玻璃，裸机使用后也不容易留下指纹，手感极佳，并且因为这仅仅一百五十九克的重量，拿起来是特别的舒服，手部压力减轻许多。而边框估计是为了散热以及减轻重量，因此采用了一种叫做镁合金 MDA 塑胶的中框，可以理解为它就是塑胶和金属的搭配。侧边也有着指纹辨识解锁，辨识速度挺快，但因感应面积较小，有少部分机会会辨识失败。 那背后的镜头模组延续了小米十一的设计，个人觉得挺好看的。正常握持手指也不会挡到镜头，很不错。而且镜头突出的程度极小，正面挖孔相当小，没有什么存在感。整机给人一种清爽无负担的感觉。我觉得在五 G 时代，能有一只如此轻巧的手机是个很不错的选择。至于系统部分，小米十一 Lite 预载了 Android 十一的米 UI 十二，有着丰富的功能以及蛮好看的 UI 设计。且虽说功能多，流畅度仍表现非凡。 只不过功能多的同时，就是设定起来较为麻烦复杂一些，这对于轻度使用者来说就没那么友善了。不过米 UI 习惯以后是个相当好用的系统。而至于使用体验部分，小米十一 Lite 采用了 Z 轴线性马达，打字会有 Taptic 的回馈，挺舒适的。喇叭音质也还算可以，整体来说是一支相当均衡的手机。总结来说，小米十一 Lite 的五 G 是一支轻快且年轻的手机，在五 G 时代提供用户一个轻薄快的选择，并且有着很划算的价格。 我觉得多数人都会很满意这只手机。以往小米给人仅有一种规格控的感觉，什么都讲究 CP 值。然而小米十一 Lite 却以轻快的身姿告诉我们，规格或许不是一切，一直够用的手机以及轻巧的身躯，或许是更多人所希冀的。所以回到“够用”这个词，什么是够用？我觉得小米十一 Lite 很合适的解释的够用。够用就是说，虽然不是最厉害、最顶尖，但在各种体验上却不会有明显的缺点。 不会拍照好，但用起来卡卡的；不会超级顺畅，但手机重的要命；不会顺畅且拍照好，但是一下又没电了。小米十一 Lite 目前定价九千九百九十九元起跳，个人建议预算够可以选择到八 G、一二八 G 的版本，毕竟多了两 GB 的 RAM，对于未来的流畅度会更有保障。而如果你也需要一条体积不大却高速的外接硬碟，不妨参考这次我们介绍的 n o d a Turbo m w NVMe SSD 外接盒。之前 Enter 对于这个外接盒有更多详细的测试和评测。 感谢您的收看，很抱歉这次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们无法出去拍摄更多的素材回来分析。内容上也有什么建议，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赞订阅 Enterbox，我是 Enter，我们下期再会。